回这里是选择了比利，哇，漂亮的九连接了一个龙踢，妈，简直像打孩子一样，心被打得着老北了。选择比利小龙的是灰灰，谢影是选择了艾伯伯。和这对战游戏同一个时期，有个对战游戏有两层楼啊，跳上跳下，那个叫风云末世录啊，风云末世录啊，可以换人的，对不对？可以组队换人的。欢迎独守一人金这边，哎，不打确认的，吸引要砍他了。你看，果然一个手刀之后，吸引的血条已经变成了蓝色，可以放大招了。现在灰灰掌握了场上绝对优势，一方超大招，哎呀，灰灰你这里有点浪了，地面出了一个地雷阵超炸，灰灰这里推。好轻松啊，好轻松！李灯亮起来，咱们来看看灰灰这边能不能啊？已经拿下了，已经拿下了金影了。